曾经离开自己家乡去外县市读书的我，曾经在学校社团活动忙于课业，与同学们玩乐时光，很少回家，也不和家人联络。我就说叫你不要一直打了，你一直打电话给我干什么？我就是忙啊，我有很多事情要做，可不可以不要一直来烦我啊？有空我自己会打电话回家，不要一直主动来打电话给我，好不好？就这样，拜拜。到想家的时候打电话回家，才知道爸爸突然病倒在医院急救。后悔莫及的我，就这样错过了与家人相处的最后一面。